你看我这，我看你啊，我看你不，我一百五，他一百八的话，不，他，我感觉他肚子比你小，他肚子比你小，你别讲的，他厚度也不得，也是一样都差不多。 你讲的，哎，告诉我，我外头比他打肚呢，打肚打肚，你问他这边这样的天，他比我打肚，你看打了，老谢一口吧，啊，你看我这腿好好好，你腿好。 这怎么样？也不算都出啊。你腿还算粗吧？你我们腿什么的很多，第一条，第二个有60七，第六六十六七公分就很粗。所以我讲的意思，你腿看不出来数据，因为腿。不走啊？这样这样这样。走啊！走啊！你这样过关，好不？走啊！走啊！你不走啊？主席走了。走啊！我要吃你的。 你用他的手套，这点可能就吃了。你用他的手套，一贴就能吃。因为他手腕给你拿到，你手腕就锁用紧了。板子没有，他这个板子没有。那我马上我跟他讲，手套给他给我用一下，我来上过岗了试试看。我不晓得白的吗？白的，白的朋友，很贵。我们就是不打。我手不疼。 啊，疼啊！你不疼，你拿西瓜。你这个转头的，你妈转头也没那么难了呢。转头那边有个转头，早知那么讲。要高一点的转头，在旁边低一下。那个底下甩进去。 我找过来，两个转头全部找过来，你找过来，今天来找，这里来，我这里把它捆到一块，两个转头。
手抓不住，你憋不起来，手抓不住。哦，这下就捏住了。可以啊，不敢用劲。我现在只能在那，不能回老家。再轻微一点。哦，正常只要有个。你妈凳上伤就，你就踢翻了了，你妈爬不得下来，不懂啊？把它捆一下子。哎，正好，我那天弄过了。哦，有天有师傅带来进去下。对，真嘛？我以为我里的币没开门的呢。以前记得街里边住那个，你在街里边住那个双立碑的那个师傅，怎么最近我看到没来嘛？有一个呀，每天不是早上跟我快递队你的那个师傅啊？好的心情啊，应该没来。他好长时间没来了。对，有两个月没来。要有一两个月没来了。哦，没得没得，大概有二十天。有两个月。就那个喜欢捏双立碑的那个。对。他没来啊。你心情，他没来，他喜欢戴个帽子看。啊。想走的。喜欢跑步啊。对。不是，就是那个。喜欢你双的背的那个，这个不能套在腿上那个。啊，老奴。老奴。所以了。所以来了。他下午。他体重也不轻，他最少也有一百40斤。嗯，所以他就一样啊，锻炼的人就这样。体重也不得轻。Thank you.
较宽。最后一组了。啊，这一当就上去了。今天他妈过来跑步，刚跑一段，感觉膝盖都没疼，就没敢跑。你做那工作没做？不是，可能前两天那个压杠铃啊，分量太大了嘛。不动了，不动腿，没到了，没到了。什么时候有的？要养一的。现在像我们这种年龄啊，一杠铃啊，等到180公斤以上，就要是个绷带才好，不能带着施压，膝盖这边啊，受不了那个分量，它就往前面移。你电视把我看到了，有去年年尾，嗯，年初哦，年中，嗯。电商方面，那个螺丝的，其中一种，嗯，它的盘面是不晓得，还有就是那个夹子的方面，啊，嗯，挺细，啊，我应该看是两个，你看我，不，压到了，杠铃，它不是压到了，它人它这个地方关节啊，全部断到了，这个地方啊。是什么端的？像